Yo, nice.好，蒙多跟可以，请开始，请开始你们的表演。好，现在蒙多跟卡比莫对上，蒙多拿出了马里奥，卡比莫拿出了他的英之力。欸，奇怪，卡比莫不是说这次要拿 Zephyros 打整场？怎么变英克林了？四双没有靠腰，怎么用 Preservation 是这样吗？对啦，你没有按了。哦，有了。哎，这个我就没用，我怎么知道？凶。Yeah. All win. Yeah. We need money to fight for the plane. That's the problem. But won't be finished. And now we can do Kira and Summer. Wow, don't be standing mode. Oh, Mario's 直拳 blocked his Inkling roller.现在，哎，蒙多被收掉一命。哇，蒙多Mage速度也是不够快的，虽然发速很低，但还是好快。英克林这边左边。哦，等一下，这画面怎么回事？瞬间，然后开始瞬间飘远这样。哦，对，蒙多被 Gear 收掉了英格林。哎。你知道怎么讲吗？我不是主要赛品哦。我就是，我是主要赛品哦。我不是干话的。我一个人撑不住。不要有人来陪我一起讲。现在是 game one 了。game one 呢？现在还在 game one。现在状况是，蒙多落后一命。英克林现在想进攻，蒙多不太给他机会去累积发数。英克林的累积发数蛮快的，哇，自己撞到墙壁自灭一面，不小心死了。他那个下面的台子有点，好像凸出来，从下面的话好像直接撞到，撞死了。哇，蒙多这个是发出雷击就直接收掉了吗？没有，活着。好可怕，发出直接一次就累积到八十级。哇，蒙多一个 H guard。很强。很多路现在已经回不来了，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前面蒙多还在抓自己的习惯。哇，耶！感觉刚刚蒙多是想要 back here， 然后被提到了。对。Nice， 抓到 tag。Yeah，second place。恭喜蒙多拿下第一胜。对，现在只是我分了，那这他还在，对的，那我们都是厉害，落后折，虽然 Chubby Mo 不小心在视野里面，
可以 game two。现在 PS2 是一个应该很公平的一个 stage。我也很喜欢这个场地，我希望有个小战场。这样我们就可以自己选音乐，不用再去听别人做音乐了。没有这样可以选我喜欢的感动。两边现在还在持续试探。看，小兵猫想要落了去抓他的。嘿，蛮多打架的。OK， 应该是一个 missing bird。我刚刚好像是以为查理诺是要抓他，直接不让他一次的灭血。哇！哇！哎，高，哎，这个左边，收掉了吗？没，我用雷电，都是 parry。Nice there！ 哇哇，算是有骗到他哦。好的。哇 ，backside 那个他的我没有接到，他们刚才那边没接到。这个接 up air 是什么？就是可能想去打把手吧。哦，因为你刚才想要当机出去，然后被挡下来。哦 ，nice， 刚好在 roller。哇哇 ，nice。然后这个等一下，因为你跳起来刚好直接被他的 up air 敲到。Oh, check chase. Up air 这边抓掉蒙多，森林现在落后一命，他追得回来吗？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一定要拿到一个很好的 spike， 也不说 spike， 就是要搞快雷帕数、雷击帕数，然后 up 住 up air 缺杀，然后又是一个。抓到他的提升方式，个 pressure， 我出了很多片刀，我这个漂亮的转身抓，还不错，完全打中，然后刚刚扶持住了，哇，又撞到墙一次。今天我们恭喜蒙多拿下胜利。